趁大家都在，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。哇！对，那是沈月啊，腿好长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都是谁吧？嫂子，您跟书记。嫂子好像啊，画的。神态特别像。这是谁啊？哇，我这个肩也太宽了，壮阔。这是我，这老板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我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的腿好长、啊。帮我打一下，我给你10块钱。回头转给你。居然为了10块钱呢？我知道你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喜子哥和弟弟。对。真的画的挺好的，画的很好。喜子一看就是喜子。好看耶。谢谢你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